礼拜五晚十点钟直播嘅动漫废物啦，收听方法大家已经做紧啦，喺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就会听到嘅。咁如果冇听直播，当然我会屌柒你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听翻个节目嘅话咧，系可以听呢个 MP3， 即系唔系，所以听我哋 YouTube 揾呢个重温啦 ，MP3 archive 都有。我想知道，如果佢冇听直播，佢点样听得到你屌柒佢咧？唔系咁，即系如果佢俾我知道佢冇听直播啫，系啦。咁我哋有机会可能佢下次听直播嘅时候俾我发现，诶、欸、你上次冇听直播、啊，或者你听 archive 嘅时候发个就系屌紧你啦，你有咩唔听直播？系啦，多听 archive 都 OK， 都 OK， 其实都 OK， 听系一件事啦。另外就对我哋嘅支持啦，同埋捐献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等紧你啊，我个户口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好，我系俾麦当劳呃咗鱼柳包嘅新年，系我系冇食到麦当劳嘅新命。我系搵人马帮我买咗麦当劳嘅万记。哦，好，咁今日讲嘅题目系咁维尼鱼啊。哦，大头嘅。系咁啊，呢套系一套真人电影啦。其实佢原名英文嘅原名系叫 Christopher Robin 嘅啫，系就冇小红维尼嘅出现嘅。而系啊，即系 Christopher Robin 嘅啫嘛，佢咁叫。咁如果我就咁睇名冇睇剧啫，冇成，咁我咪唔知道原来系同孙红雷有关咯。但系如果你系生活喺外国圈嘅话，应该就系一睇 Christopher Robin 就知道其实系讲 Winnie the Pooh 噶啦。哦，系啊，系系啦。咁而香港就比较即系直观地叫咗做维尼与我啦。咁呢套戏喺大即系依家仲上紧嘅。而佢上映嘅时候就喺国内有啲小风波啦，就因为冇风波，冇见呢件事。我哋伟大嘅发生过，祖国系唔会有风波嘅，冇系啦。咁啊，因为我哋伟大嘅祖国就睇唔到，即系冇得上啦。因为就话咁啊，啲人就话系禁播啦。咁但系其实就即系如果更加正确咁去讲，就应该系冇代理肯引入啦。唔系你用错字眼，系冇代理。敢引入，佢唔系话肯引入，佢唔系话系唔系话禁，即系冇期，因为即系已经俾即系你知大陆有嗰个放荷里活片开有 quota 噶嘛，咁咪已经俾晒好多嗰啲咩荷里活大片霸晒啦，咁仲点可以摆到呢套戏落去咧？毕竟小红维尼呢套电影嘅同期都有极恐巨鲨呢套。系咪先？重点嘅荷里活电影啊，系咪先？仲有李冰冰啊，嗰个系定咩冰冰咧？李冰冰，李冰冰系啦，经典大流。因为范冰冰唔得闲，好忙，搞紧啲合同嘅嘢。系咁啊，所以即系维尼与我就喺国内冇得上啦。咁当然就各位就觉得，即系之前毕竟都出现过呢个小红维尼同跳跳虎嘅一张类比图。嗯。咁啊，然之后真人电影嗰啲 casting 嗰啲图嚟噶，系咯，你都要 cast 噶嘛，系咯，咁咁啱一个黑人一个华人，咁当然虽然套戏冇 cast 到维尼同埋跳跳虎，咁都肯定剧本改咗 cast 唔系啊，哦 yes yes， 所以话有用 CG 整 ，OK 我明，唔得冇档期啊，其实跳跳虎系得闲啲嘅。Okay.但系维尼嗰个演员呢系啦，但系维尼唔得闲啊，因为要打紧战争，系啊，佢拍紧另一套，系啊，系拍紧一套贸易战啊嘛，系啊，咁所以世贸之战啊嗰度，世界贸易之战，咁所以就唯有就用 CG 去代替啦，系好惨啊真系，虽然因为我唔系好熟外国啲演员啦，其实。个男主角，我即系或者班演员有冇啲乜嘢？我唔识嘅，都唔识，都唔识。可能我相信佢哋应该都有来头嘅，或者可能有嗰啲名作都唔奇嘅。咁啊，呢个可能听众可以帮我哋补充一下啦。因为我纯粹系见到，即系好似几得意咁样去睇下。系咩？你被逼噶嘛？唔系，真系唔系。我系被逼嘅。我有听嘅，因为之前嗰套有一套系讲维尼诞生，即系讲个作者自己嘅嗰套电影，我反而就冇睇到。系啊，咁呢套突然间将佢变咗真人化，同埋因为睇 trailer 嘅时候，你见到佢系讲啊主角即系 Robin 大个咗，咁、我觉得有啲即系都有啲得意嘅，咁去睇下啦，八卦下咩事咁样啦。其实呢套电影简单啲嚟讲就系、
Christopher Robin 嘅一个传记嚟嘅。咁又讲佢细个就喺佢屋企后花园嘅一棵树入面啦，就可以入到一个异世界度，就会见到阿维尼啊、跳跳虎啊、猪仔啊、伊欧啊等等嘅唔同嘅 character 啦。咁同佢哋做朋友。其实有好多人都经历咗一个窿之后咧，就会进入一个异世界，就识咗朋友。不过好少就咁细个咯，系啊，好少系咁细个。O K， 系啊，同埋识唔到咁多朋友。洞里面应该冇咁多朋友，但系如果有嘅话咧。咁啊，黄子华都识人喺入边拍紧《西游记》啊！咁嗰个树窿都啊啊，真系都几西游啊！系啊，咁啊，然之后因为佢大个咗之后就搬离咗佢嗰个，唔系，其实唔系噶，佢好快就翻翻出去噶啦。因为佢讲佢要读寄宿学校嘛，系啊，咁所以就讲佢就离开咗个别墅。咁啊翻去咗读寄宿学校啦。去咗 London 嘛，係咪？係啊，当然都俾人蝦啦。咁但係都喺呢个时候都发生咗一件大事嘅对佢影响。因为佢老豆死咗，佢就成为咗即係个所谓一家之主，因为得佢返佢一个男人啦。咁但係佢亦都后咪就由当兵，咁啊识咗个女朋友，咁啊后来做咗佢老婆。咁啊当兵返嚟之后呢，因为伤晒呢，就入咗一间皮具公司啦，应该叫做，因为佢嗰、那个旅行夹啦，主要系做，系啊，佢主要系做夹嘅，即系皮夹产品，系皮夹产品啊。咁佢嗰个部门就做夹嘅，咁啊，呢、這个时候，我因为细细个就系啊，我好熟啲夹嘅，我好熟啲夹噶，啲夹我由细玩到大嘅，夹咧就一定系揾我做噶啦。点解我要请你？因为我细细个就玩夹噶咯。好，咁啊，佢都亦都生咗个女嘅，个女都但系咪佢啊？肯定佢老婆冇第二个男人嘅，即佢冇拜托阿大船长咁样话、即系叫阿卢比道叔叔翻嚟教佢女踢波。会唔会为你噶？为你跳虎咧咁大捞嘢，应该就唔关事嘅。应该唔关事，希望唔关事。系咩？唉，咁嗱，国内嗰套我唔知道。呢套就肯定唔系，咁啊，所以佢都即系讲翻佢已经去到个人咧，好疲倦啊，即系俾呢个即系社会嘅即系工作啊，搵食遮啊，咁样就已经系即系摧残到就已经忘记晒晒啦，系咯，顺晒啦，直情系连佢个女咧，同佢讲爸爸，可唔可以同我瞓觉前讲个古仔咧？唔系读书俾佢听，佢话系读书俾佢听咧。佢好，我哋嚟讲啊，呢个我未积分，唔系咩经社会经济学噶咁样。跟住佢咧，我都有啲，我都瞓啊，爸。其实佢个女本身系想叫佢讲童话故事嗰啲嘅，咁但系因为对佢嚟讲，佢已经受到呢个社会嘅熏陶，佢觉得就系小朋友就要接受教育，要从小就读好书，大个搵份好工咁样。应该要咁。而其实中嗰段咧，其实都佢女系 check 到一啲嘢，因为佢女喺嗰个阁楼嗰度，其实搵翻就。就是Christopher Robin 细个嘅时候咧，收埋咗嗰啲即系零零碎碎嗰啲，就系跳跳虎啊、维尼嗰啲，即系物品啊，即系有啲譬如树叶啊，有啲糖果啊，其实系已经系即系阿女点样搵到呢啲嘢出？呢啲系啊，即系我细个嘅嗰啲，系咪玩过嗰啲嗰个树？即系喺个 gap 度嗰啲 friend 啊嘛，细个喺个窿嗰阵时玩咗啲玩具。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但系佢亦都。唉，瞓觉啦，读书做嘢，唔好阻住阿爸出去开会。咁即系就讲嘅一个，其实就系即系你忘记咗童年嘅承诺啊，或者一啲生活嘅一个即系同埋趣味咯，同埋一啲欢咩叫童年嘅欢乐咯。同埋佢亦都对佢屋企人，即系其实佢老婆同埋佢个女入边表达出嚟嘅嘢，佢对佢哋之间嗰种关怀其实系少咗嘅。系啊，虽然佢都会喺放工嘅时候就过去。即系执一仔，好似系詹瑞文啫。系啊，即系会上去，即系会上去睇下个女。系，佢会可能即系佢会个女会都会同佢讲，你可唔可以讲故仔，即系或者读书俾我听，氹我瞓觉。但系佢同个女嘅期待之间有落差啦，佢冇了解个女想要啲乜嘢啦。老婆亦都系啦，咁譬如佢个女嚟紧放暑假，佢哋本身话一家人去度假，就系翻翻去佢即系旧址嗰个别墅嗰度，系啦，咁但系佢都去唔到啦，因为公司面临嘅另一对嘢就系要裁员，
咁佢必须要諗个办法，就係降低个成本或者增加个利润。draft 个 project 啦，係啦。总之令到公司盘数变返靓，然后可以唔使裁员。係冇错。係啦。咁所以佢就趁呢个周末呢就系咁喺度计数啊、执啊、剩啊咁样。即系老婆同个女兒去咗旅行，咁我梗系自己 happy 下噶啦。唔系啊，佢隔篱唔系啊，佢隔篱屋嗰、那个诶，嗰、个朋友系啊，嗰个街坊都有。咦，你老婆啊个女又喺度，系啊，难得有日假，哎、不如我哋坐地咯，坐大地呢啲，梗系两个，好啊，坐大子啊。咁佢梗系唔想啦，我翻去搵窿捐唔好，系咪先？咁啊，所以即系嗱，咁但系呢度咧就就发现咗就就去咗另一条线啦，就系轮到阿维尼嗰边啦，就讲阿维尼呢一日起身嘅时候，就发觉身边冇晒朋友，系啊，E.O. 啊，跳跳虎啊，猪仔啊，啊你谂下啊，跳跳虎系咪去咗火石州咧？啊，佢好惊啊，所以就要谂住搵啊边个嚟帮手，即系阿巴马啊嗰啲，系啊，好惊啊嗰啲，全部见晒，我冇晒朋友，你明唔明啊？咦、哎，马死啦！阿马克第二佢又 cancel 咗我个 project 添，阿正欣唔睇我电话，系咯，系咁我又搵唔到正欣。咁啊，唯有揾阿 Christopher Rubin 啦，咁啊，所以阿吊吊虎就经过个阿维尼就经过咗个树窿咧，就可以就竟然又去到伦敦阿 Rubin 嘅屋企后花园嗰度。系点解咧？呢条咪就系因为接驳咗嗰个大马东海岸嗰条高铁，咁、可以穿过嚟咯、哦。原本系去唔到噶，一带一路，冇错系啊。系咁啊，见到 Chris Robin 啦，咁啊，呢个时候阿 Robin 就好惊啦。点解你会喺度噶？咁即系你唔可以喺度啊？乜你翻去啦？唉，好麻烦都好啦，咁我都送你翻去啦。咁就讲到佢就当然佢咧亦咗为咗避开佢个邻居，叫佢坐大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就特登咧就带埋阿维尼咧就翻去个乡下嗰度，谂住扼翻佢入去个树窿嗰度，你翻去你嘅地方噶嘛。咁啊，点知即系唉，维尼咁惨冇朋友咁啊，唉咁啊，佢忍唔住咁啊，唯有就入去啦。即系都帮维尼揾翻啲朋友。即系其实佢有啲挣扎嘅，佢拱咗维尼入去，跟住。要谂下，佢冇晒啲朋友，即系不如我帮埋佢今次啦，系啦，帮埋你试下帮佢揾翻啲朋友，系，同埋我快啲帮你揾翻，我咪翻去自己即系做 project 咯，咁样，咁啊，所以就即系经历咗一段事件啦，咁啊，令到佢亦都揾翻啲 friend 咁样啦，咁啊，亦都等啲 friend 咧喺即系俾佢知道咗，即系 Chris Robin 真系我哋嘅。即救星啊，系有你先可以帮到我哋。其实嗰段得意嘅地方系因为班咧称为动物啦，嗰班动物猪仔啊，跳跳虎嗰啲，佢哋唔记得咗呢个系，即系佢哋唔相信呢个 Christopher Robin， 因为佢哋认识 Christopher Robin 一个小朋友嚟噶嘛，而佢哋过咗咁多年，佢哋呢班人系冇变过噶嘛，基本上。咁但系 Christopher Robin 变咗个麦佬啊，咁佢哋觉得呢个唔系嘅。咁而佢哋细个嘅时候就有一个传说，就系有呢个长臂怪，同埋唔知有啲乜嘢会袭击佢嘅。咁 Robin 就自己做咗场戏，亦都只有 Christopher Robin 可以打败长臂怪。系啦，咁啊自己做咗场戏，就攞住把遮喺度打空气，系啊，就声称佢自己打赢咗长臂怪咁样，咁就重新获得咗动物们嘅信任啦。系，咁啊，咁啊，正当佢想走嘅时候咧，咁啊，就发觉佢留低咗重要嘅project 嘅一啲即系报告啦，咁样，咁啊，佢啊翻咗去嘅时候咧就。轮到佢个女就出场啦，因为呢个时候，头先讲过啦，其实佢老婆同个女就翻咗乡下个别墅嗰度咧系住噶嘛，咁啊，女咧就即系好嬲，明明见到爸爸又话唔同我玩咁啊，即系喺度自己好嬲嘅时候咧，就见到阿维尼啊、吊吊虎一班咁嘅动物咧，就出嚟话，其实我哋就想再翻去伦敦嗰度咧，帮阿 Robin 咧俾翻啲嘢佢噶咁样，咁啊又形成咗一场嘅大冒险，就系Robin 个女同埋阿维尼佢哋咧就一齐翻去伦敦。系，咁跟住佢哋经过咗好多转折啦，而阿 Robin 因为翻到去公司嘅时候，佢就发觉，扑街啦，我个袋入边。冇晒个 proposal 变咗做维尼，俾佢哋送俾佢嘅礼物啊，嗰啲橡果啊，嗰啲嗰啲垃圾啦，叫捻咗好似杜汶泽咁样叫捻啊！屌你哋班动物真系好捻烦，
唔系我睇到佢开会嗰段咧，我都系谂起低俗喜剧嘅，就系一开头 P 声嗰段咧，个周杰伦系啦，拍咗个大阴谋。你哋个保险公司咧，为咗要隐藏呢个秘密，所以杀咗佢全家。得啦，我唔兜啦。咁阿 Robin 就做一个成全部都系饮。咁阿 Robin 做一个咁嘅角色啦，咁样咁啊，但系亦都即系当然大团圆结局啦，最后就系、是、即系又系经过一番嘅切切啦冒险啊，咁啊出去就揾翻晒啲动物啊，揾翻晒个女嘅时候咧，就俾阿 Robin 咧就灵机一触，就同佢讲，不如咁啦，嗱，阿老细，你之前玩嗰啲 gap 咧，卖嗰啲 gap 咧，就全部都系有钱人嘅。今次不如我哋吓买啲穷 gap， 买啲穷西，买啲 gap 俾啲穷人，等啲穷人都有 gap 玩，咪即系哦，系、啊。其实佢唔系话要卖俾穷人定乜嘢嘅，佢系叫你放假，系你俾我哋公司啲人，你有假放啊，啲人咪会用 gap 咯，唔系冇个个都翻工，冇时间玩 gap， 点用 gap 啊？咁啊，你哋读得准啲，点用 gap？OK，、okay, 英文嘢都系你准啲，唯有咁啊，所以亦都老细亦都拜啦，咁啊就所以变成大团圆结局，就片尾嘅时候咧，就大家一齐放假，一齐玩 gap 啊，咁样系一齐去用个 gap， 系用 gap 去玩啊，咁啊故事系咁样啦，大致就系咁样啦。咁我自己其实睇完咧呢套戏中间，我觉得都有啲感动位，同埋笑位其实都唔少啦。特别为你去到现实世界之后佢嘅嗰啲行为啦，因为喺佢嘅角度嚟讲，佢唔明白点解我唔可以俾人发现啊。系啊，咁所以佢会喺度。唔系佢明噶，佢明，但系佢系不其然啫。即系其实佢维尼咧个脑咧系真系细噶。因为咧，阿 Robin 咧成日都同佢讲：，喂，你唔好咁做啦，吓、啊，哦，好啦，咁啊，转头佢又唔记得。唔系，佢系话佢系冇人类咁聪明，系咁，因为毕竟佢真系一只即系异兽啦，你可以理解为，如果佢喺山海嘅，俾人食卵咗。O K， 咁啊，咁所以即系喺个人类世界嘅时候，即系佢话啊，我又要买红色嘅气球啊，我又即系喺度即系讲嘢嘅时候，唔好俾人知啊，咁样，咁咪即系都。搞出一啲笑料嘅咁样，系啊，同埋佢见咧，喂嗱，你自己玩游戏，赢输两个人，又系输，你玩嗰啲咩啊？维尼，我见到咩讲乜嘢咯？系咯，喂，你去到呢一段嘅时候咧，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因为系你会发，如果即系你仲系细路，或者你有细路，或者你同啲细路接触得多嘅话，你发觉每个细路都系会玩过咁游戏，尤其当即系搭长途车嘅时候咧，系一定会做呢啲。新意就唔同啦，波波good， 唔系 D 波 go 波波波波 low low， 你呢个系你好似系婆食喺街跑咁样 ，OK OK。脚就脚，睇脚睇脚嘛，系睇脚 ，OK OK， 我两间嘛，系啊，冇错，好咁啊，即系所以啊系啦，即系嗰段都而最得意嘅地方系阿维尼玩嘅时候，咁佢老阿 Robin 啊，唉，屌，即系我要做 bot， 你唔好嘈啦，咁样，咁然之后原始者就到阿维尼同阿 Robin 个女嘅时候咧，佢教识咗佢个女玩呢个戏，佢女好玩，好搞笑，即系呢样好有童真嘅。我反而中意佢喺阿维尼喺度玩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佢好似对面有个女人啊嘛，系啊，喺度歧视佢，以为佢自己喺度讲嘢。佢唔系啊，嗰个女人真系大开门，跟住、哦、要去坐。跟住阿嗰个人，对唔住，我对面有人啊，已经呼咗个呼，跟住个女人望望，吓、啊、你维尼公仔，屌咁啊，三以为佢系以为老狗或者系啊。咁啊，几得意嘅中间呢啲位，咁同埋阿维尼同佢个女去揾佢哋，佢喺公司揾佢嘅时候咧。中间嗰边都几得意嘅，就系、是、搭的士，系，跟住佢哋喐咗，叫个的士佬搞到撞车，跟住撞落个报纸档度啦，跟住个报纸档咁样，梗系个报纸佬梗系捉住个的士佬啦，佢喐啊，嗰个差佬过嚟调停啦，我唔信，你唔好乱咁讲嘢，自己揸车唔小心，唔好乱咁屈人，跟住之后嗰班公仔又真系喐，走咗，你我见唔见到啊？你哋都见到
咩？跟住我就中意咩？另外有一段又系佢哋后屘佢老婆同埋阿 Robin 咧都系揸车噶嘛，即系嗰段追逐好得意啊！就系又系讲佢哋喺度突然间话佢老婆吓你细个玩公仔，玩啲识讲嘢嘅公仔，啊公仔嚟，佢真系人嚟噶，即系佢老婆。你冇嘢啊？你系咪工作压力太大啊？你放假？跟住即系呢个时候，呢、這个时候就即系阿维丽佢哋几个咧，即系从天而降咧撞佢咧，咁啱甩咗尾。系佢老婆都唔能够唔笑，即系嗰段嘢好好得好笑嘅啫。系啊，所以中间呢套嘢其实笑位都好多嘅，系啊。而佢一啲感动位其实都有啦，同埋万记好似几中意佢入边带出嚟个 message 都系。OK 啦，其实。呢啲都系好老生常谈嘅嘢啦，工作，然后咩都忘记晒，错过咗好多自己即系珍重嘅嘢啦。其实佢一向都紧张自己个女，呢、這个都系真嘅。不过佢对紧张嗰个定义系要读好书啦。我谂我哋需要将佢摆翻喺一个佢当年嘅嗰个框架底下去。谂啦，伦敦系啦，即系旧英国啦，旧英国吓，所以都系即系都逼人嘅。虽然未必去到我哋而家咁样样话啊，会要逼到个学生跳楼啊，但系佢哋系啦，但系佢哋都精英嘅。咁同埋都想，同埋因为佢爸爸都系即系都系一个叫做有成嘅人啦、嗯，勉强，因为都系一个好。一个部门嘅主管啦，咁佢自然都希望个女系去到可以有啲咁样嘅嘢，咁但系成就啦，系，但系佢老婆话唔系，其实我中意嘅唔系呢一样嘢。系有呢个讲起佢老婆咧，我好想提有两段系，我觉得即系讲得好好。第一段咧就系咧，当阿 Robin 咧，即系佢做到即系死狗咁样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即系又即系食埋即系冻晒嘢食啊，咁成佢老婆又讲。喂，其实你做嘢真系唔咁辛苦、啊。佢话：喂，唔系、啊，即系搵钱、啊。系咯，你边有嘢食啊？系咯，如果我唔出去打工，哇！我而家最惨，即系你知唔知我最？我唔做哑巴点有钱啊？我冇钱又点养你啊？即系嗰啲嘅时候咧，即系佢老婆就讲：喂，老公，我中意我当年中意你，同你喺一齐嘅时候，我唔系、啊，你都唔系咁噶。系咯，即系你都唔系好似以前咁，即系我中意你嘅时候，你其实都。唔可以话一扇门，即系我受你沟嘅时候，系因为唔系因为你表演套欢乐今宵俾我睇嘛？或者唔系因为你事业有成啊，好有钱啊？系啊，只系就可能跳舞叻，即系你氹得我开心吓，咁、啊、我咪同你喺一齐啊嘛？系啊，你甩我甩你嗰阵时候你是，你系即系我唔系喺办公室受你沟噶嘛，大佬？即系其实嗰段已经系即系想等阿 Robin 之后翻轻松翻，你轻松翻啲啦，你做翻你自己啦，咁样咁咁啊！但系当然啦 ，Robin 唔受啦咁啊。咁而另一段嘅时候咧，就轮到阿老婆对住个女嘅时候咧，就同佢讲话：你唔好嬲爸爸啦，你唔好喺屋企挂住，即系你下昼有咩做啊？温书问个老母啦，即系温自己，唔系温本书个老母，唔系温你，唔系温佢老母。哇，妈好乱啊！咁啊，你不如咁啦，你出去玩啊，你可以出去，即系总之你自由奔放啦，咁向下唔会有咩问题啊。即系嗱，总之我预咗你玩到污糟邋遢翻嚟噶啦，嗰件衫，冇谂乱捐窿，又同埋俾人捐窿。系啊，总之就即系出去玩啦，唔好咁样，即系唔好死咕咕咁挂住读书。即系呢度系其实个老母都想同个女讲，你即系 relax 啊，系啊，唔系因为佢发脾气系。咁都因为关佢发脾气事，亦都关佢老豆事，即系佢唔想个女即系受咗阿爸嗰套，就系话又要读书又要乖啊，成你唔好抑压你自己啦，你出去即系轻松啲啦，香港人咁样。咁所以呢一点系我几中意佢妈，即系嗰种对佢老公同埋对个女嗰种即系教育嘅嗰个观念。佢呢啲真系贤妻良母 feel 嚟嘅，系啊，系啊。咁整但系我依然系好觉得佢嗰个 friend 系真系好搞笑咯，即系隔篱屋佢其实清唔到声，即系叫佢打桥牌嗰、那个。系啊，因为譬如维尼啱啱嚟嘅时候咧，佢竟然其实我觉得嗰幕都感人嘅，即系啱啱最初撞翻系因为阿 Crystal Robin 系攰到喺张凳度瞓着咗啊嘛，
跟住然之后阿维尼就唔系阿维尼坐低先嘅，维尼瞓着咗 ，Christopher Robin 行过去谂住休息下。系，我系就系中意嗰个画面咧，就系佢啱啱阿维尼去坐低喺嗰张凳度，然之后到阿 Robin 又系去到嗰个公园，即系想避开嗰、那个邻居嘅时候咧，就喺嗰张凳嗰度咧，啱啱就系背对背咁样坐低啊，咁就系睇到啊。即系你有冇觉得啊？两个老朋友咧，终于就碰翻埋一齐啊！即系嗰对 CP 嚟到咁样，咁所以系小红唔系你同 Christopher Robin， 梗系 CP 啦。咁啊，即系所以系即系有一种窝心嘅感觉会出现翻咯。系我自己其实就头先文杰都提过，佢入边提到嗰个系咪 BC doing nothing？ I do nothing every day。唔系 ，BC doing nothing。呢个系佢最后嘅时候教，即系讲过嘅一个说话，一句说话就系、是，即系你好忙地去 hea 咯。其实要令到自己有一种放松、够 hea 嘅时间。呢一段咧好得意嘅，我睇去睇嘢之前见到有啲poster 定啲 trailer 咧，其实佢有 call 呢句嘅。咁佢。中文咧仲要譯，我覺得譯得好古怪。佢話：哦，我咪就係每日無所事事咯咁樣。咁但係佢睇戲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原來係有呢兩句對白嘅。我唔記得阿 Robin 嘅 exact 嘅 wording 係講乜。佢大概係小紅嚟去到佢間屋嘅時候咧，佢講話：喂，我哋唔可以即係要有啲嘢做定係唔知唔可以唔係本身佢細個講嘅時候就係無所事事就會帶嚟最好嘅。係係。跟住然之後，好似係佢公司即係佢個阿頭啊。就系同佢讲，你依家无所事事，你就会一事无成咁上下嘅嘢嘅，或者你乜柒都做唔到嘅。咁而阿维咧同佢讲吓，我咪就系每日都无所事事，冇特别嘢做，系咯咁样。即呢个当然都亦都系阿维尼细应该话系佢哋以前嘅时候咧，系 Robin 同佢讲话系咯 ，do nothing 就系有啲好事发生。咪呢？睇呢个位会见到 Robin 变咗。我谂呢个位我哋第二节翻到嚟可能再有多啲嘢讲，因为我哋第二节翻到嚟会有两位嘉宾啦。咁啊，第二节翻到嚟再同大家小红维先揭一揭色。